花蛤是淡水还是海水？花蛤生活在海水里，是一种贝壳类软体动物。花蛤是市场上常见的贝壳类海产品，广泛分布在中国南北海区。它生长迅速，养殖周期短，适应性强，离水存活时间长。它是适合于人工高密度养殖的优良贝类，是中国四大养殖贝类之一。花蛤肉味鲜美，营养丰富，蛋白质含量高，氨基酸的种类组成及配比合理。它脂肪含量低，不饱和脂肪酸较高，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含有各种维生素和药用成分。花蛤含钙、镁、铁、锌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可作为人类的营养绿色食品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。